陈氏春秋大刀，亦称青龙偃月刀，是陈氏太极器械套路中长兵器的一种，也是太极拳祖师陈王庭最擅长的兵器之一。因陈王庭公老年长须飘染，又惯用大刀，故有赛关公之称。因三国名将关羽惯用青龙偃月刀，故此而得名。 陈氏春秋大刀套路名称有30具歌诀组成，整个套路布局合理，上下呼应，左右逢源。他的劈砍、撩挂、斩抹、戳拦、挑刺、推脱、架挡，以及五花等刀法，交代得清清楚楚、干净利落，却有大刀如猛虎的风格。一招一式有威武凛冽的气概，在练习大刀时，必须有扎实的拳术基础。 尤其对腰腿近肌臂力的要求更为重要，因大刀是兵器中的大型重武器，需有充足饱满的内气和腰腿臂力，才能运用自如，劈砍、推斩、翻滚、盘压，无不得其自然。因大刀杀伤力颇大，被誉为百兵之帅。